园长国中第七届美术班毕业成果展，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，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学院也是以七为最高极致的展现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主题叫做驿中人，那驿中人的驿，我们是以车站驿站的驿为主，事上还包括了回忆的驿、疫情的驿，还有才艺的驿，还有我们意气相挺的驿。那我们会取名为驿中人，是因为我们国中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驿站。那在这三年的疫情中，因为有乡亲有各界的支持，意气相挺，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精进他们美术的技艺，并且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这一次的展览主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有一片墙，有所有的孩子啊、学生跟老师们的自画像。那因为在疫情中，学生彼此之间用餐也用隔板，平常又戴着口罩，事实上我们很少见到同学之间的真面目，那我们就更珍惜，也希望让所有的来宾认识我们的真面目。欢迎大家来北港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驿中人美展。园长国中的毕业美展驿中人主题展，我们的展出时间是到4月12号为止。那请记得哦，礼拜一我们文化中心是休馆的，还有4月4号、4月5号的国定假日我们也休馆。那其他的时间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孩子的美术表现。现场有彩绘、书法，还有版画，还有那个很多陶艺作品，欢迎大家来为孩子加油打气。